老婆！老婆！老婆！ 大鱼上钩了，老婆，这安城怎么走？哦，向这里走。哦，驾，起来。 凭这把竹剑，就想吓得我回头吗？哪条道上的朋友，快给我滚出来！哼，口出狂言，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谁当家吗？哼，也不过是一匹见不得天日的奢侈之辈。你说话太狂妄，今天要想过去，可没那么容易。 你们也太不济事了。 大当家的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尽力了？你们弄打这样狼狈回来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看小子使一对双头枪，武功极高。对付这种人，我们要明暗配合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。是。这小子。 我想一定是行走鲁北一带的双枪将韩申，飞鸽传书，他快进德安城了。少帅，您里边请。 客官，请用茶。 客官，不是不拿来，我们客栈里规定，客人喝酒不得超过三壶。什么规定？哼！李掌柜的，我是来算酒账的。四两六钱，哼，客官，四两六钱。大爷要压五十两银子。哼，你这破铜烂铁要压五十两，你的口气可真不小。 拿回去！他妈的！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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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
Ah!
住店，那这边请。 没有，哎呀，我翻过他的包袱，没发现有文件。那就奇怪了。尸体搜过没有？搜过了，尸体上也没有。神秘黑影的出现，我就怀疑客栈里是越来越复杂。人不是杀了吗？可是杀韩生的人并不是我们，这样对我们面子上。 有点挂不住，龙姑娘，最近你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嘛。你明天就去主持赌场吧。
他们从厂里出来，好像有点问题啊。嗯，以后要多注意他们的行动。是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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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Thank you.
客官，您是打尖的还是住店？住店。那您这边请。 客官，今天生意还真是不错呢。啊，你给人家打了一掌都不知道。 是的，客官。还有没有别的房间？请用茶。客官，德安城就这么一间客栈，一年到头都是客满的。大爷运气还算不错，上午这间客人刚走呢。 您先凑合住一晚，改明儿个有空房，我再给您换一间。好。你们是？你这小子，在大爷背后打了一掌，你们胆大妄为，目无法纪，杀害了韩琛，哼，那是他找上门来的，我要给你们吃点苦头。 你去！走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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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消息没有？有，我们派出的眼线和狙击手很多，有的没进城就解决了。得案的情形怎么样？最近来的两个全干掉了，后来的人会更棘手。我随时会派人配合你的工作。现在当家的，可疑人物我会严密监视，绝不让他漏网一个。 这样做对我们很好，我们的工作力量就会壮大。
foot!
此阵是何文斌何大人设计，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已考验能人志士之刀枪拳棍功夫，能闯过四高手之技级，可见壮士武功果然不凡。贺官能以绵力报效朝廷，感谢前辈的抬举。贺壮士倒不必妄自菲薄，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。前辈过奖了。你拿的是燕令牌，请希望谒见何大人。 当负以重任，多谢前辈。不齐阵，贺壮士尚属第一者，可见得武艺超群。托大人鸿福，贺坤诚属侥幸，这是密令。贺壮士速往德安策应。是，谢大人。 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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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赔就赔，好什么？至于赌场的钱，绝对让各位赢得舒服，输得心服。他妈的真邪门，连输五把，这把下小吗？哎，他来偷赔。哎，小心，好吧。啊，赌场如同战场，胜败乃兵家的常事啊，要沉得住气呀。 客官，您是打尖的还是住店？客官，住店。这边有上房。 哎，干干干干干！哎，来来来，喝茶。好，门儿，欢迎。里边发财呀！请。下下下下下！哎，多谢多爷。大爷，您慢走啊。下下下下！哎，多谢多谢。啊，没有钱，没有钱。哎，我不服。 下下下下，都有。哎呦，这儿就这儿。这位爷们儿，您是瞧热闹呢，还是？这儿哪有瞧热闹的道理？哼！我不来了。姑娘，你说是大的好呢，还是小的好？哎，怎么不玩了就走了？ 这位大爷，您可真没见过世面，这点银子买盐都不够咸，来自什么路的？哼，专走水路的，可是没有兴趣，要的是天上飞的。哼，您可是真找对了地方，巨鹰客栈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上爬的，全都有。真他妈的，今天遇到你这个煞星，客人都走了，收了。等一等。 你敢吃姑奶奶的豆腐？你，哎，姑娘是跑单帮的，当然知道江湖上的规矩，这是特别照应。嘿，哎，姑娘，我是来赌钱的，可不是来陪你练拳的。哼，嘿。
你这么凶，能嫁得出去吗？ 哎，咱们打了半天挺累的，休息会儿，喝口茶怎么样？玩真的。 对客如此无礼啊！啊，抱歉，在下姓华，名登云，聚云客栈的老板。啊，华爷，失礼失礼，客气客气。翠环，是，你招呼这位，在下贺坤。哦，给贺爷一间上房。是，贺爷这边请。多谢。 省油的灯，照比你先前对付那两个棘手的多。我看，不会那么简单。我，当然了，说起来也没什么，只不过多费点手脚而已。哼，就凭龙姑娘你，精于计算，巧于安排，我想这小子也不是难以应付。嗯哼，二爷的事儿嘛。 贺坤，江浙提督府当差。
你落入华贼的圈套，差点送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进巨鹰客栈之前打听过，所以我什么都知道。这么说，是我多管闲事了？哼！好好的，怎么生气呢？华贼要杀你，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引到这儿来，你不但不谢我，反而说我多管闲事。 你是我的联络人，当然有责任保护我的安全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说正经的，巨鹰客栈是不是他们的巢穴？是，华贼是主脑，他与叛贼有联络。那你在巨鹰客栈的身份呢？江湖浪女，闯码头的，在华贼手下混饭吃，他还不知道我的身份。 那好，我明暗配合，找出华灯云通敌的证据，一网打尽。哎，你可要当心点，前面两个已经牺牲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提督府才派我来。好，那我会派人保护你的。 你怎么睡在床下面来了？哎，起来起来，小伙子，起来。哎，你就是贺大哥，龙姐让我来保护你。哦，<笑>是你保护我，还是我保护你啊？哎，当然是我保护你啊。好吧，就算你保护我。 咱们这儿出了内奸。是的，二爷，要不然那个姓贺的怎么会不在房里呢？我想，一定是有人把他给引了出去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个内奸是谁？啊？哼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 哎，你能不能不跟着我？不行。龙姐让我保护你啊，我一定要负到责任的。真是找麻烦。 贺爷，请问您要吃点什么？哦，光吃饭不喝酒。听他的。好，我给您配几个菜啊。你是什么事都管。哎，龙姐要我保护你，我一定要负到责任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句话？ 哎，你这小子在这干什么？出去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饭店规定，小孩不准进来。哼，我可没听说过有这种规定。我说的话就是规定。你找茬是不是？哼，是你找茬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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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！嘿，上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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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！
你好厉害！哎，你不是说你保护我吗？哎，你是大人呢，打人先由你出手啊！哼哼哼，有理！打你！你想砸我巨鹰客栈的招牌，也不问我龙蛟答不答应。 贺兄，冒犯之处，话谋在此，道个歉，赔个不是。哈，失礼失礼，哪里？姑娘们，好好招待。是。何大哥，请。差点出了事，你还是少给我出点子吧。 何大哥，哦，脾气还不小嘛，你不理我，哼，我也不理你。哎，妈，臭丫，没打赢，喝几杯，还摆不打臭架。放开他！何大爷，他要赔，他快救我！你说放开他，什么？你敢管老子先生？ 小子不敢了，大爷，疼啊，大爷，小子不敢了。刚才是老子，现在是小子了啊！滚！是，这小子不识抬举，惩治过他就算了。 大爷，多谢您刚才救了我，我特地为您泡了杯生茶。谢谢，你请回吧。啊，不，贺大爷，您是我的大恩人，我应该照顾着你呀。<笑>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又来？哎，我来保护你啊！啊，你看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完蛋了。 是你保护我，贺大爷，杨姐要我把这张条子交给你。贺大哥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事。 我与你素昧平生，何以假借龙蛟之名欺骗在下来此？哼，这未免太小人之气了吧！你对我虽然素昧平生，
但是我对你却非常的了解。哦，哼，这倒失礼了。这几天来，你在巨婴客栈内的一举一动，却完全落在我的眼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贺坤不才，有劳方兄多日跟随，有什么话，请说。我要警告你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侠士的风度，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哼，只怕张嘴容易。 闭嘴男！我要你把刚才所说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吞回去。你是替什么人撑腰？哼，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我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，你的诡计我早就识破了。哼，贺某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 你不是崔凤姑娘吗？哼，原来你们冒充龙姐陷害贺坤。哦，居然也是龙姑娘一伙的。你想干什么？龙姐吩咐，要把贺坤留下来。你们胆子真不小，敢跟华二爷作对，找死！哎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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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翠环今早告诉我，龙娇和翠凤两个人都不在大堂。是啊，每次出事，我都看见他们两个神色不对，形迹可疑呀。要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，杀杀他们的威风。你给我好好盯牢他们。
慢走啊。哎，好。下下下下啊，多下多赢，不下不赢，下下下下。来来来，龙姑娘，现在时间太晚了，回去拿钱路途不便，想借点钱翻翻本。去问老板去。我叫人去找过老板，老板不在。赌场无父子，路途不便，外面街口有当铺。哼，龙姑娘，我里边的面子你都不卖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在这儿天皇老的输了就是输了。龙姑娘，你再说一遍。愿赌服输，你可以吓吓外面三岁小孩。哼，我可不怕。下吧下吧，来下下下下下啊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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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大哥，你的伤刚好，这样会影响你的右背的。哦，没什么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哦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巨营客栈来了一个人呢。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看来头不小。会是他们的头子吗？不像，他来过我的赌场找过茬，我给了他一顿苦头吃。嗯，要有大事发生。龙姑娘，干嘛停止营业？这我不晓得，二爷的意思。二爷，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干嘛停业？有事。有什么事？这个你不要问。哦，在巨鹰客栈，你们拿我当外人，我在这儿会给二爷添麻烦的。哼，慢着。老板看不起我，我留在这儿干嘛？
安排好了吗？都好了。接应的人这两天用各种不同的身份混进厂来，一切都没问题。等他们的人全部到齐，我要一网打尽。这要靠您的策划。嗯，我们合作得很好，希望这一次能够如期完成。是。嗯，兔崽子，把门关上啊！老爹呀、啊，干嘛那么紧张嘛？呸！你懂了个屁呀、啊！赶尸的进城了啊！甭吸掉。嗯，是。小狗子，别尿尿了，赶尸的进城了。七十四，哎呀，这是鬼打鬼呀、啊！僵尸混进城里，跟我们的人打起来了。哦，他们
都进客栈了。我知道。郭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老弟，有没有上等料的寿材？有啊。谁过世了？我们的老板。啊？黄二爷？什么？黄二爷身子好好的，怎么忽然翘掉了？住嘴！这副寿材啊，黄二爷最合适了，是柳木做的，又结实又够重。多少两银子？76两。哦，哎，好，请你马上叫人送去，到店里付银子。哎，是，哎是，要快。哎，是。龙教，我迟迟不杀你，就是等着这一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。龙爷，快走！龙爷，快走！龙爷，
快走，你要保全大局。你快走！老爷，走！老爷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老爷，老爷，快走！老爷，老爷！龙姐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小虎，谢谢你。他们呢？恐怕都牺牲了。贺大哥呢？我没看到他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奇怪，我觉得可疑，每次出事儿他都不在。我也觉得可疑。哎，小虎，你去盯牢他。好。邓云竟敢被岳与雷天英勾结，却陷我于死地。今晚你送上门来，咱们就做个了结了。你要还？全死了，没有他们打发你更容易。
在找你，哦，你告诉他，我到松树坪去了断一件大事。柯大哥，邓云，你们神不知鬼不觉，就这样了结了吗？他是自食恶果的人，死不足惜。你违背了密约，你们的奸诈狂妄我已经知道了，要我履行办不到。你要知道，我的剑不渡苍生，我要把你的血放尽。哎，you
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。完成？怎么，你都忘了那个没有刀光剑影的地方？你是这样想吗？嗯。我是一个以生命做赌注的人。
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安排。罔顾正义，陷害了多少生命，想是你的诡计得逞。龙姑娘，是我的错，一世祖成千古恨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太迟了，我的罪孽深重，难以自拔。这是一份叛徒的重要的文件，愿能洗刷我的罪过。拿去吧。